通告，搬迁通告。都市严选南昌店，以办事交通便利的八一大道与永书路交叉口原长运斜对面。为庆祝新址开业，我们将推出一系列特惠活动及福利，惊喜一，进店买就送，价值59元中药防蚊香包；惊喜二，一斤装百花蜂蜜，仅需9.9元。地址：南昌永书路9号都市严选，八一大道永书路交叉口原长运斜对面。提拔你当家，上海一把单，欢迎顺电修管三里唯一一档，方言生活福利栏目有创广100%，纯芝麻有特约播出的提拔当家。大家好，下次又跟大家见面了。听相应动人情，更多精彩就在今夜的提拔当家。陕西的观众，今夜的节目有哪一些精彩亮点？感冒发烧有头粉，不要乱打针高针。杨梅霜是不要多加，凉里冷群不能压。四骨头啊，微笑你，来点的无挂做人戏。其实我们国家仍有个老龄化，到了2035年，我们国家要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像一个养老、医疗等领域啊，出现了蛮多全新的专业。比如说今年是哪个体育工养这专业，又迎来了几个第一笔考生。各一个新专业啊，又包括了哪些课程？发展前景又为啷样呢？好，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看到。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测算，2035年左右，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将超过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而健康老龄化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成本最低、效益最好的途径。今年3月，教育部发布最新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4种新专业被批准列入，体育康养专业是其中之一。广州体育学院也成为国内首个设置体育康养专业的高校。广州体育学院科学技术部主任、体育康养专业负责人朱林表示，体育康养是通过体育的手段改善人的身心神，并使其不断趋于最佳状态的行为活动，纠正社会对体育，尤其是老年人参与体育活动的刻板印象，是攻克体育康养的关键一步。传统的养老机构可能就是这些老年人就是属于静态的，所以我们更多的希望加入体育这样的一些元素，能够积极的通过适合老年人的一些休闲活动啊，那么保证他的生命质量。上海早在2016年就开始探索体医养融合，成立长者运动健康之家，辐射周边社区1公里范围内的老年人。根据2022年上海市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发展报告显示，凭借适老化改造后的健身器械、专业人员指导训练，不仅满足了老年人多样化健身需求，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也得到明显改善。而随着老年群体对运动健身需求的不断增加，专业人才的紧缺问题逐渐凸显，对运动指导师的专业程度也提出更高要求。朱林表示，尽管国内已有运动康复、休闲体育等专业人才可以指导公众进行体育锻炼，但尚未见设立以老年人为主要服务对象、以体育为主要手段、以康养为主要目标的体育康养专业。因此，新开设的体育康养专业以体医融合理念设置相关课程，注重强化体育与健康管理、预防干预、养生保健、健康养老等方面的交叉融合。医学它更多的是从基础知识这样了解，也就是说我们的学生至少要会看检测单至少要了解他的这个医学方面的这个健康状况，那么再加上我们体育学的健康体适能的一个评估，我们希望能够给他们开具一些非常精准的适合于他们健康提升的运动处方。在朱林看来，目前体育康养领域整体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但体育康养作为养老服务业中主动健康的重要手段，相关行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巨大，就业前景也十分广阔。希望他们可以适应我国老龄化社会需求和老年健康产业发展需要，能够在运动养生、康体休闲、康复疗养机构、运动健康、运动营养、健康管理中心等领域从事教育、技术指导与咨询以及经营管理相关的工作，能够指导老年人进行科学的健身。其实真正好的专业是面向市场的需求，提供社会需要的专业人才。体育康养这专业是服务于老年人，帮助老年人提高身体健康，
未来的人才需求量巨大，就业前景也是十分广阔，各位考生也可以考虑一下这个专业，明白的。地保当家栏目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赞助播出。2.5折，省钱狂欢购！2.5折，颠覆翡翠玉石传统市场！2.5折工厂价，宣购翡翠和田玉，7月5号到16号，就来南昌永书路9号都市严选，江西2套翡翠和田玉夏季工厂直销会，原价3900元的缅甸翡翠手镯，展会特价仅需590元，每天前50名进场的客户，惊报价19元，抢购正品缅甸翡翠挂件。思想万法动，天下带不动，好笑好玩好广告都在提拔当家。广告词欢迎回来。最近呢有一些广告新闻，就是6岁孩子打激素长高以后频频生病啊，国家新闻已经送上了热搜。根据媒体的报道，这位6岁的小孩子身高只有129厘米，属于比较矮的范围了啊。除杀了各个生长激素，也就是俗称的长高症，一年内长高了1.7厘米，好果是蛮明显，但是与此同时，新孩子也会频繁出现感冒啊、发烧等症状，在停止注射生长激素以后，身体状况逐渐恢复了症状，所以好多家长就质疑了，这个长高症到底是有好处还是有害的？我们亮亮儿科专家的权威挖掘。浙江省中山医院儿科主任医师马慧娟告诉记者，注射生长激素的临床应用在中国已经有30多年，使用时有着严格的适应症，在规范治疗的前提下，截至目前没有发现注射生长激素跟频繁感冒发烧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医生介绍，注射生长激素有着特定的适应症，比如生长激素缺乏的矮小症或者特发性的矮小，而且也并非打针了事，后续需要严密的监测。对糖代谢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它可能会造成胰岛素的抵抗啊，会可能产生一过性的，就是空腹血糖的升高，糖耐量的下降等等这些的问题，确实是有。所以说我们还有对甲状腺功能也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在生长激素的注射治疗期间3个月。一定要回到医院监测一下你一些生化指标、甲状腺的功能啊、糖耐量等等。医生指出，临床上真正需要注射生长激素的孩子所占比例非常小，对大部分发育正常的孩子来说，想要促进身高做到3点就可以，也就是吃好、睡好以及运动好。特别要指出的是，保证充足的睡眠。生长激素的分泌它有一定的脉冲式分泌的这样的规律，在人体熟睡眠的状态、深睡眠的状态下，它分泌有一个高峰值，夜间的分泌比白天的分泌会更多，所以要保证我们的孩子青春期之前在身高增长的黄金季节里边能够保证有一个非常充分的高质量的足够长的睡眠。医生提醒，从生长曲线来看，如果3岁之前的孩子一年的身高增长不足7公分，3岁到10岁之间的孩子一年增长不足5公分，以及10岁以后的孩子在骨龄闭合之前一年增长不到6公分，就需要及早去医院排查。首先，打这个生长激素跟感冒发烧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但是打生长激素肯定会影响到身体的代谢、血糖还有甲状腺功能。那么打了这种针呢，需要定期的检测各级方面的数据，所以家长们不要随便给新孩子乱打这个针，保证新孩子过好的饮食、充分的睡眠跟运动，就可以很好的促进新孩子的身高。
通告，搬迁通告，都市严选南昌店，以班至交通便利的八一大道与永书路交叉口原长运斜对面。为庆祝新址开业，我们将推出一系列特惠活动及福利，惊喜一，进店买就送价值59元中药防蚊香包，惊喜二，一斤装百花蜂蜜仅需9.9元。地址：南昌永书路9号都市严选，八一大道永书路交叉口原长运斜对面，更放心。绿泰双低压榨菜籽油，长康绿泰大米只选用新鲜的大米，天赐美食，粒粒新鲜。长康绿泰大米，新鲜的大米。政府马拉松却三名运动更多精彩，我们接着分享。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体育报道。一个小碗，一把瓜子，猜猜碗里的有几粒瓜子？哎，搿只游戏很爽，就是蛮好玩啊。其实搿个小游戏是一只特别老的套路，最近有些地方又有好多人上当受骗夺瓜子。今年3月以来，太原市公安局迎泽分局迎泽派出所多次接到群众报警称，在街头玩猜瓜子游戏遭到诈骗。接警后，民警对太原市范围内类似警情进行梳理，经过分析研判，发现了犯罪团队的蛛丝马迹。他们的反侦查能力都比较强，案发地是在我们辖区的这个医院附近，这个受害人群大多都是这个病人或者是病人的家属。通过分析他们的活动规律，发现这七名犯罪嫌疑人就常年就是徘徊在我市的这个医院。这就是这个团伙中负责这个操作是诈骗的这个男子。你看，他现在准备开始摆摊，路边找这个比较隐秘的地方，一会儿他们就会假装路人围上去，下注，然后以此来诱导这个其他的路人来上当受骗。民警介绍，这一犯罪团伙共有7人，一般是集体作案，一人做庄稼操作猜瓜子，其他6名成员有的望风，有的在骗局中当托，有的负责监督被骗者取钱，目标通常锁定在防范意识较弱的中老年人和外地来太原看病的群体。其实这个猜瓜子的这个诈骗手法是一种比较老套的传统的这个手法，就是很多年前在我市就发生过，通过这个人脸比对，还有这个视频追踪，还有这个就是包括这个受害人和这个嫌疑人之间这个转账记录啊，通过就是我们的一些手段，就是先初步掌握这七名这个嫌疑人的这个身份信息，在山大医院门口就一举将该犯罪团伙一网打尽。骗局揭秘，一个我右手拿的木板挡住其中一堆，然后这个时候就夹上一个啊，然后另一个手从另一堆瓜子上捏上两个放到碟子里面，让客人看见，然后我再把那个拿着木板的木板压到。目前这个犯罪团伙以诈骗罪被公安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已查证骗取27名受害人，金额累计38000元，其余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中。提醒广大群众，就是在这种人员密集的像医院门口或者是火车站门口，常年会有这种诈骗团伙流窜作案，像猜瓜子行骗，还有下残棋，算卦，还有这种医院门口的医托，他们就是抓住这种就是路人这个群众的这个就是想赢钱的这个心理，贪小便宜的心理，然后去骗取路人的钱财，作案之后就会迅速离开现场。所以希望群众的这个自己也保持这个警惕心理啊，谨防上当受骗。那么我们老个套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上当？实际上就是骗子抓住了人想养钱的心理，很受骗一个心理，希望大家要保持警惕啊，千万不要再上这种当了。好，问一个话题，大家发现了吧？中小学生经常会隔一段时间就会流行掉这些的东西，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玩个眼癌，现在又出现了一种比较另类的癌药啊，现在又来流行就是呢养臭水。相信好多人呢就特别好奇，现在就养臭水，有个臭水还养起出去了嘛？为什么有养臭水？近期打开短视频平台，总能看到中小学生们养臭水。
所谓养臭水，就是学生将各种过期的废弃的液体原材料，比如方便面、牛奶、胶水、蚊子、苍蝇、面包、臭豆腐等收集起来，加水后放入瓶子里养着观察。我朋友他们初二嘛，然后在班里养臭水，然后端午节放假，然后就炸了。他们昨天班主任刚发的，说不让养了，就说在教室里放着炸了。他们这个为什么要养啊？你有聊过吗？就觉得很好玩。然后就是开的时候，就是整个班就一叫就觉得很啊。采访中，不少学生都表示见过或者听过有人养臭水，而且越小的年级养的人越多。最终目的就是期待瓶身炸开，而后臭味弥漫整个教室。在社交平台也不乏分享臭水配方的帖子，腐竹、番茄、火锅锅底、狗毛、鼻血，各种奇葩原料配比，没有最臭，只有更臭。更有甚者还从配方炸的响度、臭度、速度进行了深入的学术分析。你爆了臭水，然后多臭啊！我觉得同学下课一起玩玩，就是体验，我觉得还挺好玩的。那你不觉得臭吗？那臭一会儿就散了。我觉得养这玩意儿挺没意思的，感觉很奇怪的行为。基本上都是小学生养，我们初中的没什么养，感觉没有什么意思，就是还会造成一些危险吧之类的。在社交平台上，一位学生分享了其制作的臭水在教室里炸开后，导致教学电脑损坏，教室在一段时间臭得不能用，甚至还引起十几名同学恶心呕吐。医生表示，孩子们养的这种臭水成分不一，无法准确判断其中的有毒有害物质。由于臭水会不停地发酵，所以可能产生硫化氢、甲醛等有毒气体。这些有毒气体如果被吸进呼吸道，就可能导致中毒，造成恶心、头晕等不适。这些含有各种细菌的脏水，一旦散布在空气当中，除了引起不适以外，一旦这些脏水泼到人的眼睛啊，还有皮肤，都会引起各种各样的一些细菌的感染，比如说角膜炎、皮肤炎，一旦进入了呼吸道，可以引起肺炎。而且这种脏水里面含有什么样的细菌或者真菌都不清楚，这样的话很容易引起重症的肺炎，我们治疗起来是比较麻烦的。不仅是健康隐患，针对已有不少臭水惹祸的案例，律师表示，如果臭水在学校爆炸造成损失，相关主体要承担民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养臭水如果形成公共卫生事件，可能要承担民事或刑事责任。我国已满16周岁的人对所有的犯罪行为都承担刑事责任，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条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投放危险物质罪，即故意投放毒害、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应当负刑事责任。因此，未成年人养臭水，以情节严重时，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对于养臭水这一成年人无法理解的风靡学生中的行为，教育专家认为，学生养臭水反映出他们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但是却把好奇心和探索欲用错了地方。虽然有人说这可能也是学生在做一种试验，但是它和科学的试验完全是两码事。如果它是一种科学的试验的话，它是有一个观察、收集数据、分析、研究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如果有研究发酵的话，它应该有规范的一个程序，而且也要注意这个过程中它的一些卫生的问题，还有可能会带来的伤害的问题。熊敏基坦言，每隔一段时间，孩子们中间就会流行起一种新东西，养臭水不会是最后一个。作为学校和家长，并不能一味禁止或是一味放纵，要深思这背后的根源，从养臭水风靡的背后反思我们如何开展好科学教育。学校里面应该在课堂教学以及社团活动之中来开展学生的这种科学教育，尤其是要引导学生去做科学的试验，做科学的探索，那学生就可以把他们的好奇心和探索欲用在这种我们的科学的探索之中，培养他们的科学精神，而不是把他们的好奇心和探索欲用在养臭水这样的一些恶趣味的。
好，接下来我们玩一玩顺顺点点的杨幂，相信好多朋友啊都喜欢。不过每年杨幂上市的期间，好多人因为吃杨幂进了医院。医生就话了，特别要提醒，有两类人千万不能多吃。浙大邵逸夫医院急诊科医生秦旭长告诉记者，杨梅中的含钾量确实较高，对于长期患有肾功能不全等基础疾病的人来说，排钾能力比较弱。如果杨梅等高钾食物摄入过量，可能引起高血钾症，轻则出现恶心乏力等，严重的会导致心脏骤停和呼吸衰竭。但是高血钾症的引发因素有很多，也并不能说完全是杨梅的锅。啊，一些水果包括橙子啊、香蕉啊，像这些含钾量高的吃多了其实都会血钾高，啊，也可能是跟他饮食有关。但是有些人呢，可能平时一些高血压的用药，啊，这些药物本身是可以引起高钾的，可能碰巧又吃了一点杨梅，然后呢就导致了这种急性的血钾升高。医生建议肾功能不全者要注意吃杨梅的量，一次吃个几颗就够了。此外，本身患有糖尿病的也要注意控制摄入量，以防吃杨梅导致血糖飙升。很多人可能还从老人口中听说过吞杨梅核可以清肠排毒的说法。医生表示，这说法没有任何科学依据。每年他们还会接到多例吞杨梅核引起腹胀的患者。杨梅核是消化吸收不了的，然后就你吃进去什么样子就是拉出来什么样子。医生表示，如果不慎吞入几颗杨梅核，一般可通过排便自行排出体外，但如果一次性吞入太多，就会引起胃肠蠕动异常，容易在肠胃积压，特别是本身就有消化道疾病的患者，吞入大量杨梅核更容易造成出血、穿孔、肠梗阻等情况，十分危险。前不久，浙江温州的黄女士收到朋友送的一筐新鲜杨梅，酸酸甜甜的味道让74岁的她欲罢不能，一口气儿吃下去一斤多。哪知没多久，黄女士感觉浑身无力，恶心呕吐。送医后，医生确诊为重度高钾血症，随时可能引起致死性心律失常。经过了解，黄女士患肾功能不全已经3年多了。肾功能不全的话，你这个吃了大量的这种杨梅，因为杨梅里面可能水果里面还有大量的钾，你突然这个大量的经过我们胃肠吸收之后，血液里面的钾短时间的排不出去，所以造成我们血液里面的这个钾聚集，所以这种高钾的话就会引起很多严重的并发症，就比如说这种心脏骤停啊心跳慢啊。好在救治及时，经过血液净化等治疗后，目前黄女士已转危为安。医生介绍，高钾血症是一种主要由于肾脏功能受损、钾摄入过多或应用某些药物导致的血液钾浓度高于正常值的病理状态，它会影响神经、肌肉和心脏等器官的正常功能，轻者会出现乏力、恶心、呕吐、肌肉麻木等症状，重者会导致心律失常、心跳停止、呼吸衰竭等严重后果。杨涛提醒，除了肾功能不全的朋友不能吃太多含钾高的食物，另一类朋友也得注意高血压病史啊，再吃一些这种保钾的这种药物啊，不能说大量的吃这种我们这种含钾高的这种食物，杨梅咯、香蕉、海带啊、菠菜啊，这都是含钾的量都是比较高的，它可能比别人钾升高更快啊，更容易出现这种高钾血症。杨梅虽然好吃，但是也不能多吃，最好的方法就是吃不了反应油，无忌地双一双线就好了。吃不完的杨梅啊，及时放在冰箱里啊，别等得就变质了啊。复查些可以泡点是杨梅酒，也是不错的选择。中国呢有一句老话，叫懒得你吃苦瓜，药就不用抓。在懒得你选择吃它是无味材，可以达到供佛养生的目的。而苦瓜是搿只季节最好的选择。今天我们节目带大家到网上的前游村，就看一下这个苦瓜叶。苦瓜是初夏时节最常见的苦味蔬菜之一，新鲜翠绿的苦瓜看了就给人清爽的感觉。以苦瓜入菜的菜式多种多样，煎、炒、炖、煮，样样齐全。经典的有苦瓜酿肉，将苦瓜洗净，切断挖去瓜瓤，再将猪肉馅塞入苦瓜中，放置油锅中煎熟，一道鲜美的苦瓜酿肉就可以食用了。而最简单的吃法则是清炒，苦瓜洗净去瓤，切片焯水过后，与红辣椒一起拌炒，5-6分钟即可食用。苦瓜在家里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清炒，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苦瓜很苦的话，可以在开水锅中焯水1分钟，这样苦味会明显减少很多，吃起来口感会更好，
更清爽。苦瓜虽苦，但与很多食材都很好搭配，因此有君子菜的美名。在很多人看来，夏天多吃点苦瓜，不仅能够健脾开胃，还能够清心明目、益气解热，对身体大有裨益。这个苦瓜是这个季节刚刚上，是很嫩的季节，苦瓜拿来可以炒鸡蛋呢，又可以拿来炖排骨吃。我们这个苦瓜是我们自己地里种的，有的时候不够吧，还可以到市场里去买一点，炒起来很美味的。苦瓜虽然苦，但是跟好多美食搞在一起，都是最好的搭配，煎、炒、炖、煮，样样齐全。我家家苦瓜可以清心明目、逆袭改叻，最关键还可以减肥，所以爱美的女士一定要多加苦瓜。好，接下来是都市点点老健康与快乐，现在的节目已经准备好了，有奖前面闪亮登场。小小的舞台，不一样的风采，大家都拿出了各种各样的本领，给我们展示了不一样的精神面貌。虽然大家站在台啊都是普通人，但上了台，你们就是闪亮的表演者，我也为你们点赞。江西电视台都市频道温馨提示：头晕、头痛、胸闷、心慌，要警惕。粘稠的血液正在堵塞您的血管，请及时清血。血液清，血管通，心脑才好。头晕头痛，胸闷气短，要注意。红血不清，血液粘稠，导致心脏和大脑供血不足，引发头晕头痛、胸闷气短等症，千万不可大意，一定要及时清血。清血八味片，专药清红血，祝您红血清，心脑好。清血八味片作为一种治疗高血粘导致心脑缺血引发头晕头痛、胸闷气短的药物，荣获国家发明专利。清血八味片专药清红血，祝您红血清，心脑好。梦奇药业。最近几年呢，我发现我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出门了，他们说忙活了大半辈子总算闲下来了，本该享福了，可是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腰椎间盘又出了问题，不敢走也不敢动，一动啊腰就带着腿痛，还反反复复，多遗憾。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年制药精髓，强筋骨、虚疼痛，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2.5折，省钱狂欢购。2.5折，颠覆翡翠玉石传统市场。2.5折工厂价，宣购翡翠和田玉。7月5号到16号，就来南昌永书路9号都市严选。江西2套翡翠和田玉夏季工厂直销会，原价3900元的缅甸翡翠手镯，展会特价仅需590元。每天前50名进场的客户，惊报价19元，抢购正品缅甸翡翠挂件。好了，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国立新闻，你好，我们原本纯点奉献，有状况100%纯芝麻油，特邀播出的第8趟咖。明天的节目更精彩，老师干，锁定广州的开心快乐快递宝。明天再见，拜拜。日常的慢跑训练中，大家都会记录包括时间、距离、配速、步频在内的跑步数据，往往忽略了心率。资深跑步教练介绍，心率也是其中的重要指标，能衡量运动强度，